六军团指挥官他应该是步兵，而且他都在作战的部门啊，他在作技次连战处长，然后参谋本部作训次长，而他还去过那个政务办公室哦。那他应该算是作战上，他应该是步兵啊，对，他应该是步兵。我不知道，我没被他带过，看他之后的方向怎么样才能指导，才能说明吧。对啊，如果他一上台就说 BMI，因为我看他 BMI 应该合格了。我最希望他提出的第一个做法就是 BMI 不合格的人全部退伍。我看他有没有种啊？你如果能这样子，我来跟你敬礼，敬100个礼都没有问题，好不好？这个中司令，你如果能下达陆军 BMI 不合格的人全部办理退伍生效，如果是的话，我给你一个。这个赞，好，我给你一个赞，好不好？如果你要有作，我跟你讲啊，你一个人哦，如果要有作为哦，你一定要想出一个现在陆军没在做，然后你突然要做的事，让人家觉得陆军有新希望，然后呢有崭新的感觉，那个人家才会觉得你有改变，不然你就拍胸脯说。只要我中司令上台，我陆军绝对不会有人在营内喝酒。你如果敢这样拍胸脯保证，我也给你敬礼敬100次。对啊，但是你不可能做到了。我相信哦，这个营内喝酒这种东西哦，你如果没有大破大立，是不可能完成这个工作的。我在部队看过太多了，是不可能做到的。但是说说不可能，你如果有想要做，或许有可能，或许啦，或许啦，对不对？你如果就是下达了一个政策指导说，说不关民间疾苦，例如你旅部每天编组5个人或10个人，每天去夜巡，每天在那边巡，你这样有没有可能让营区不喝酒？有可能啊，但是只是让旅部累死而已啊，看你要不要下达这个命令啊。怎么不可能说这一句？那是有没有决心的问题。Vision 你不一定哦。如果他有决心，就像我讲的，我直接跟大家讲，旅部每天编组10个人，对每个营区每个营进行严密的管控，不能喝酒，可不可以？陆军司令可不可以下达这个命令？可以呀、啊，你只是累死旅部的人而已啊，那可不可以？可以呀、啊，那、啊、会不会有人喝酒？不会哦，不会哦。所以有的时候哦。你想要，就像大家常讲的，你可能一个长官起来累死一堆人了、啊，真的是会这样。那如果你真的硬要这样干，可不可以？可以哦。就像我讲的啊，如果今天我不爽营内喝，就像我这个人对营内喝酒非常厌恶啊。我今天如果当司令，我就这样干，旅部每天编组各营派1个人或2个人去轮值，上半夜跟下半夜绝对不能喝酒，可不可以？可以呀、啊。只是说会累死吕布的人而已啊，对不对？哦，所以如果是有在要求啦，我相信可能会做出改变啦。但是你要有方法，哦，看是营级干部或者是哪一个层级的干部去执行啦。那、啊、不然我们想一想，五六七八年前，严德发机不机车？机车啊，啊他说出了禁酒令，啊结果嘞，整个陆军都还在喝酒啊，禁个屁呀、啊，是不是？所以要看你有没有真的强力的、严格去执行这个工作，哦，都是有可能啊，都是你们不要说不可能，都是有可能，只是会让人家累死而已啦，哦，只会让人家累死而已啦。BMI 不合格退伍很难吧？人员都不够了，那不要 BMI 不合格吧？我要求各部队所有人体能都合格，不能体能不合格的都退伍，这样可以了吧？你既然说 BMI。这个很难，那我让不合格，因为各单位现在的体能合格率都达80%嘛，那可以了吧？哦，体能不合格全部退伍，你体能不合格凭什么当军人？就是这样 OK 吧？如果他敢下达这个命令，我也跟他敬礼敬一百次，好不好？哦，他敢说陆军所有人，你只要体能不合格全部都退伍，我希望他这样，反正陆军的合格率应该有85以上吧？哦，陆军合格率应该有85以上。你有种，你这样讲，我跟你敬礼敬一百次的，总是要有作为嘛。你中司令，你不要怪我啊，因为上一个干得太烂了啊。我对陆军现在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个
想象了，你知道，你一定要踏破大地，让我来尊敬你这一个人，不然你在我口里也一样了，你就那样而已。对啊，你没有作为，在我口里，你就等着这被我攻击的对象。对啊，没有作为，干个一个上家一个月领那么钱，你有心安理得吗？我觉得非常丢脸，好不好？像上一个每个月领那么多钱，他没有干出什么事，把以前旧的东西拿出来重新讲，那我要你干嘛？你干脆赶快退伍吧，丢脸丢脸丢死了，是不是？配合今年薪资可以啊，配合今年，哦，看这样讲又不对哈，因为如果是今年新制度，合格率大概 99% 了，对啊，走路就可以合格啦，不是吗？啊，这样也不行，那不行不行，那我收回这一句话，体能随便都过，我不要跟你敬礼了，就是要有一个很明确的方向指导了，让人家觉得你想要创造新的陆军了，不然你就跟我排球服啊，只要我任内。陆军不会有任何一件管教问题发生，那我就跟你敬礼敬一千次也可以。只要我任内，国军绝对不会有任何管教问题，那我跟你敬礼敬一千次，好不好？如果我当司令，我第一个绝对是喝酒跟体能啊，这不用讲了。我的政策指导就是军纪营规，每个部队都要有军纪。那为什么没军纪？你看纵容喝酒就是没军纪啊。我当陆军司令，第一个一定绝对是整肃军纪。对，我要跟以前的带过我的几个人哦看齐，他们都是用军纪让部队团结的。对，哎，现在你们听我讲好像天方夜谭，你知道吗？有的单位会那种军纪严明到相互制约哦，阿兵哥相互制约哦，可能在走路的过程当中，例如等一下我就跟带部队的时候，我跟全连去下达命令说，哎，待会我们实施500公尺障碍超越，只要有10个人不合格，我们全连这个礼拜动发在休假。我跟你讲，我如果在带部队到这个500障碍场的时候，我下达这个命令，部队的里面就有人在讲话咯，哎，张三，你等一下跑快一点啊，不要把我们的腰八架变成动八架哈。你知道意思吗？就是说你如果这个部队非常有纪律，反而会让阿兵哥之间相互制衡，再提升部队战力哦。提升部队战力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过那种单位啊，就是说今天不用干部，你主要是阿兵，因为我去的部队还是阿兵哥人比较多嘛，干部人比较少，他们之间就会有相互砥砺的那种感觉哦，因为他们想要部队荣誉啊，对啊，想要部队，有的就老兵都会在那边晚上看准则，因为下基地老兵看准则看的比较多次，他比较熟嘛，那如果看到一个菜鸟比他先回去睡觉，他可能就会跳出来，啊，你是专播的那样啊你。拜托，我以前都南部，我那时候刚下部队南部人，他开始就干掉人啦、啊，老兵干掉人啦、啊，那你是全部都会了吗？那么早回去睡觉，所以纪律哈、哦，绝对是陆军部队里面第一需要重视的，对啊，军纪非常重，所以我为什么一直说纪律纪律，就是我以前看过太多的例子，这个部队没有纪律哈、哦，马上就再见了，马上就一直出事啦，我不会骗大家啦。这是我的这个十几年志愿役的经验的，所以我绝对会严肃军纪，好，严肃军纪。但是不一定说你严肃军纪一定不会出事。你看我们这个邱国正当司令的时候，一样出很多事嘛，对不对？还为了一件事，这个叫他的副司令去鞠躬道歉嘛。我跟你讲，邱国正这个人他不可能道歉的。以他的官格，以他的格调，他不可能跟你为了一个什么阿帕契案，是不是跟你在那边敬礼？他神经病啊！他不可能做这种事。有一些军人哦，就是有他的格调，他觉得阿帕契案该惩处就惩处，关我道歉干嘛？我陆军发一个新闻稿说这个深刻检讨就好了啊，还要我去鞠躬？为什么？就这个邱国正做不出这种事啊，所以他为什么叫他副司令去那边开一个检讨会？带着一票人去那边敬礼，我根本觉得齁，你叫军人去道歉齁，你要看层级，今天阿帕契案
你叫旅长去道歉没有问题，对不对？六栋幺旅，哎，六栋幺还是六栋六栋幺旅，六栋幺旅，你叫旅长去鞠躬没有问题，他是他的主官嘛？请问你叫陆军副司令去鞠躬干屁呀、啊？关他屁事啊？他的成绩已经跳出多少成绩？哎，旅级上面有军团级，哎，军团级上面有这个陆军司令部，哎，那陆军司令部从副参开始，哎，怎么会叫一个副司令去鞠躬？我那时候对于这个高阶将官去鞠躬道歉，我非常不认同，包含什么虐狗案那些都一样。你今天有错，你要叫他的主官出来负责没有问题。你说你今天有错，叫旅长出来道歉，出来鞠躬没有问题，因为旅长跟他下面的人很亲近。我跟你讲，陆军副司令关他下面的人差多远啊？是不是？今天陆军的最南边的单位，我在龙潭，关我屁事啊！哎，我在龙潭，我管得到他吗？我能跟你下一个政策指导说，不准这个严肃各单位的会客纪律。我下一个政策指导，你就要执行啊！你没有执行，你就是抗命，是不是？那今天部队出问题了，跟我陆军副司令有什么关系？跟我陆军参谋长有什么关系？没有屁关系啊！但是跟他旅长有没有关系？跟他旅长有关系啊！旅长每天出来运动，都会遇到他的官士兵啊。跟他旅长有什么有关系吗？有啊。所以你今天阿帕契案，你说你叫你的旅长六栋幺旅旅长出来鞠躬道歉，我觉得 OK。毕竟旅长跟他们是很亲近的，你叫他出来，不管是不是将军、少将或上校，好，因为单位主官有时候边阶不太一样，像陆军的新训单位就上校嘛。对不对？如果今天新训单位有一个班长虐狗了，然后被发现拍影片了，那你说旅长出来道歉 ，OK， 没有问题。你叫陆军司令部层级的各个这个高级官出来鞠躬哈、哦，我是有一点觉得不是很妥当的、啊。他管不到他嘛，对不对？你说他管得到的人，例如这个新训单位的一个班长虐狗，他的旅长、副旅长常常早上跟他们一起运动，你说跟他们有一些接触，常常有时候可以提醒，哎，连长那个帽子没戴好，那个班长那个做安官的时候这个姿势不正确，你还可以有可能看得到他指导他。那请问陆军副司令他哪知道你在干嘛？他不知道嘛。所以我觉得各个层级哦，还是要他的有关他的层级该负责什么样的事情，还是要划分开来的啊，也不要因为媒体的一再炒作，那国防部就把